一起做厨商，我们沙发沙发的也可以一起来参与，给年轻人力量。哇，这个厨商也是需要很大的能量哦，跟力量。对，我们一起来买那样的。那这个一店完毕呢，我们就会邀请部落的妇女会参与。那妇女会最主要的工作是把你们里面有你们的亲朋好友是商家的，把他签到队伍里面，哦，拉到队伍里面，签到里面，一起来做厨商。哎，对，好，我们先一遍，然后我们再请他们喝点厨商的，对，好，大家好，好，后面，厉害的，等一下就清醒了啦，叫你们到早上。你看，如果没有带话，就是玛丽艾特，他给他拿掉。好，那么，你的新任团长厉害。好，来，阿姐。商家，我们的那个妇女会，我们到厂中央里面，那你们的亲友、你们的好友，的那些商家，拉到我们的队伍里面。那排头那边要有三个男生在前面哦，后面再插进去，不要插到前面。有三个男生，四个男生，那副会长、前副会长，那个副会长的后面再插的。那就关，大家看下面。我们要给你们比较 boost， 我们开一点，我们也邀请族人一起为我们的亲友、女孩子的哦，不老不烂，一起大家看看把那些饭，给你不少的好平安，好的。
想去住的蛮晚天气香啊。妈妈那个手要牵好，手要牵好打开。对，有一些是从台中外县市回来的，请教他们哦。你不要教像日本的不一样哦，要教我们的台中部的牵手的方法。前面要点，这手要三个男生。啊，后退一点点。最后你们那个谁，叫那个阿哥，你们去那个鬼神的家属那边去压力，你去跟他们哦，出门那边等我们，帮他们疏散。好，首先来。那这个仪式非常隆重，不要看大家这样笑，它是很有意思的。那个小朋友也不一定要参与哦，没关系。哦，等下我们会叫叫给那个会断掉那边，不能断掉哦，断掉不好哦。马林旭，小朋友那边注意，那边的小朋友，哎呀，要注意哦，手不能断掉哦。还是小朋友有没有要带着他在旁边？没关系，好了。而且，啊，先解释一下，这首《除伤歌》源自老祖先到现在，它主要的意思是不要再悲伤了，人走了都是无可奈何的，我们要拾起我们的力量，新的一年我们一定要重新开始，也像那个太阳一样。不好的跟着我们的资本性的水流走，然后像太阳一样重新升起，重新面对我们的新的生活，没有他们的生活一定要坚强起来，好吗？好，大概意思解释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除伤仪式。我们要看那个牌头在那里哦，他们的脚步一定要看前面，不要看旁边的，看前面我们的新生会长。Yeah.
Oh,
主张注意一下哈、哦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的商家回到你们的家里，哦，准备要到你们的家里做第一的主张，哦，然后我们的黄灿烂，我说黄灿烂的，也是希望可以陪伴着我们的黄灿烂，啊、哦，一起做主张。最后，我们全部的黄灿烂，那么那样，我们要去卡罗曼，巴拉罐卡罗曼。做一个仪式。